现在要起来了啦，都几点了啦？死人都被你叫起来了啦！啊，今天要干嘛？啊，要跟戴尔拍片。喂，戴尔，我跟你说，我爸爸的妈妈的姐姐的儿子的女儿的大姨妈的侄子，他现在在产房，我答应他要牵着他的手的。这里是哪里？好，现在是几点了？9点。那我9点半的时候要吃早餐，10点的时候要化妆，10点的话换衣服，11点的话出门看戏，8点的时候要玩，9点的话化妆，吃完就要洗澡睡觉，12点的时候睡觉。OK。那现在几点？现在10点。好，那我10点半的时候要吃早餐，11点的时候。喂，都几点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拜。喂。喂，你知道现在几点啦？